这一次有几个 concept 我觉得相当的特别，其中包括一个是凤凰，代表了一个女人的成长改变重新诞生。那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要和大家推荐一下的，就是莲花。莲花的这个台是代表这个 rebirth， 就是女孩子重生的感觉。这一季的上海滩在这季形象拍摄广告当中，天气比较冷的时候，其实还是可以感觉到这种春夏充满喜悦的心情。这一次的衣服，我身上穿的那一件是我特别喜欢的，因为我是觉得它会给我一种希望的感觉。大家可以联想到水，可以联想到海军，我更感觉这次顶整个的服装下来有点像新都市骑士。每次当我换上衣服站在镜头前面的时候，有一种小小的力量，这种力量可能是它赋予我的吧。我觉得这次呢，我们的故事性非常的强，这次是爱的一个延续，恋爱中的雨季的感觉充满了悲喜交加。我们这里面有有意思的情节，有凤凰涅槃他们为主题的结合情节在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，是在这种春天蒙蒙的雨季，两个人在火车上告别的这个场景是非常感人的。然后这里面包括所有的爱人的爱情的结合、分别、重聚等等的感情色彩，和上海滩的旗袍是非常出色的，还有平常可以穿的风衣也是非常精到的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